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日本第一牛郎罗兰 Roland 年收高达3亿日元，凭着帅气外形、超高社交力风靡大众，更成为娱乐圈综艺咖，跨界当起主持人。他开设推特以来，专为有烦恼的网友解答开始。7日罕见吐露自己的烦恼，发文1小时就超过5.8万人按赞，而且数据还在飞快增加中。年收入高达3亿日币，一向自信的罗兰罕见吐露烦恼。图翻摄自 IG Roland 罗兰发文最近的烦恼，通讯录很难看懂，同时晒出手机通讯录截图，51联络人全都显示俺以外、我以外的人。而他曾说过名言，世界上只有2种男人，我和除了我以外的。结果通讯录全都称作我以外的人，到底是谁和谁电话，成为第一牛郎的烦恼。罗兰亮出手机通讯录，联络人全是我以外的人。图翻摄自 IG Roland 网友注意到亮点，所以联络人只有男的。轮番笑亏能把这个当梗的只有你，可以设俺以外一、俺以外二，这样如何？虽然是你的烦恼，但是俺以外的我笑了，这真的不能看出是谁了，这不是难看懂，这是不知道是谁了。网友狂笑，对不起，虽然你很烦恼，但是你以外的我笑了。图翻摄自 IG Roland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